颜真卿京兆万年人，祖籍琅琊临沂，字清晨，唐代名臣、书法家，曾为平原郡太守，被称为颜平原，受封鲁郡开国公，被称为颜鲁公。在中国书法史上，他是地位仅次于王羲之的伟大书法家。唐代平原郡故城在山东临县县城内，当时郡城有三道城墙，外墙高约15米，上宽约6米，城周10公里，为颜真卿做太守时所修。现尚存唐故城墙3段。唐天宝14年，公元755年11月初9，身兼范阳、平卢、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，在范阳起兵叛乱。同年12月12日，攻陷洛阳。天宝15年正月初1，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，凯元圣武。当时，颜真卿的堂兄颜杲卿代理常山太守。颜真卿为平原太守，兄弟号召河北诸郡抗击叛军。颜季明即颜杲卿第三子，颜真卿堂侄，在其父接其反正，与颜真卿共同声讨安禄山叛乱时，由他往返于常山、平原之间传递消息，使两郡联结，形成犄角之势，抵抗叛军。但太原节度使拥兵不救，以致常山城破，颜杲卿与颜季明先后罹难。乾元元年，公元758年，颜真卿时任蒲州刺史，派颜全明寻找兄侄尸骸，据说仅找到颜杲卿一条腿和颜季明头颅。颜真卿祭奠亡侄，起草祭文，于是有了这满纸血泪的祭侄文稿。他不但是英雄的豪呼啼泣，更是书法艺术的旷世杰作。继王羲之《兰亭序》之后，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。颜真卿为颜、欧、柳、赵、楷书四大家之首，而其行书成就并不亚于楷书。历史上对颜真卿楷书有微词者殆不乏人，而对颜真卿行书却从无异议。就连批评颜真卿楷书最激烈、最尖刻的米芾，也不得不说，颜鲁公行字可教。祭侄文稿是颜真卿行书的代表作，其行书师法王羲之、王献之，正如其楷书上溯撰胄，汲取民间书法一样。其行书也上溯篆隶，直接汉魏。在点画上方圆并用，而以圆笔为主，特别是较细的点画，果风色尽，入木三分，如人心方气。结构上一改王羲之行书以受郡为主的形象，而宽博舒展，厚重雄浑。用墨上干湿浓淡，随着书写自然呈现，对比强烈。像称兵范顺全用可笔，紧接着而复结成浓墨重笔，甚至因涂改而形成巨大的墨块，加强了墨色的层次感和感染力。章法上连段结合，轻重结合，一任自然而富于变化，整篇浑然一体，处处合于法度，
又不为法度牢笼。二王以后，行草书能真正在二王以外别树一帜开宗立派者，只有颜真卿。通常说羲之通历，真卿通传，实际上颜体行书结构来于王献之的中宫宽绰，笔势外拓，用笔在二王笔法的基础上减少方折，增加圆转，并加强了色势，无一丝一毫轻忽，所以有融金出野，随地流走之感。理性的分析祭侄文稿简直是不道德的，书法并不直接抒情，然而情感情绪折射于书法，父献子死，朝亲暖腹，笔重字大，墨浓，山崩地裂般的震惊，呜呼哀哉，上想伤心欲绝，催人泪下。想颜真卿如笔作文之时，家国之痛亦是涌上心头，何曾在意书法？也正因为此，平素娴熟的技法感发于心潮，才能大放光芒。耿介的颜真卿也许不适合高层政治生活，他先后不见容于宰相杨国忠、元宰杨炎、卢杞。建中四年（公元783年），李希烈叛乱，卢杞建议年逾古稀的颜真卿前去劝谕，实际上就是要借刀杀人。颜真卿毅然前往，于是被扣押。李希烈百般威逼利诱，颜真卿忠贞不屈。贞元元年（公元785年）八月，颜真卿在蔡州（今河南汝南）龙兴寺被缢死。三军闻讯，无不痛哭。颜季明死于战事，而颜真卿则死于正直和忠诚，更令人痛心。知人论事，回读祭侄文稿，更增悲痛。尼采曾说，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，祭侄文稿就是以鲜血书写的伟大作品。